这段时间大家在探讨2022年这个九合一选举，当然为了要选管市长，包括直辖市的市长，有现任的立法委员也要参选，为了就探讨说他们要洗头路。我们想起以前民进党立法委员姚文智以前是立委去选台北市市长，当然选不掉。这么台北市这个国民党的蒋万安伊要选市长无？如果要选伊想要比照姚文智安那洗头路无？要选市立委无？咱继续来对中。